是，其实，我曾经来过这边唱歌，也是同一个场合，所以非常感谢大家，就是这一次今年也让我来这边跟大家，同欢共庆，对，用这四个字是对的，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为大家表演。接下来呢，为大家带来是一个组曲，然后是比较轻快，然后为大家带来是《反派情人》，送给你们。